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新闻继续要来看的是两党一届的社会福利结合科学，日前是伫咧嘉义市的中清园来举行。28位的内政部科学委员将针对着8组的业务内容来进行着结合科学。伫嘉义市长闵惠和市府相关的局处首长嘛特别来出席接待着科学委员。嘉义市长闵惠强调，这嘉义市虽然真小，资源有限，但是却会当伫咧有限的社福预算之外。积极来寻找着民间的资源，整合着公司部门的力量，做上好的整合运用。两年一届的社会福利结合科学在日前举行，先由社会处长丁元庆进行公布。说明嘉义市政府100年度到101年度各福利施政重点和创新的项目。所以来科学委员心外的社会处和相关局处所提供各项社会福利业务执行的绩效，各有相关的资料，同时和承办人员进行访谈和群组座谈。嘉义市长闵惠是亲自来出席接待科学委员，强调嘉义市虽然资源有限，但是却真积极伫咧寻找民间力量的加入，和各项社会福利工作会当作上届有效的整合。我们很感谢这一次呢，嘉义市政府呢，这样呈现出来的成绩，能够得到我们张局长带领的委员来跟我们指导，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想这是。最主要是看看我们平日的一些我们政策所有的一个社会福利的推动，闵惠在这里非常感谢所有的嘉义市民，大家一起来，因为大家最有爱心，而且公部门和私部门的结合整合，做一个最有系统而且最有智慧的方式去推动。我们希望能够让各个不同年龄层、各个不一样的族群都得到最好的照顾。科学委员之一的内政部当局长张秀元表示，每隔两冬，中央政府都会到地方来进行科学，了解在第一线社会福利工作的现况。很少的经费，但是结合民间跟政府公部门的一些资源，推动这个一个幸福城市，真的黄市长团队帅的团队真的很棒。那身为能够来嘉义市，成为嘉义市民，真的是很荣幸，也真的是很幸福。内政部社会福利结合科学项目分作8大项，分别是社福经费、社会救助、儿童少年福利、妇女福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业务、社会工作专业制度、家庭暴力和性侵害以及性骚扰的防治业务，借此了解各项社会福利工作的现况，搁再以此作为后续法令和制度的调整。最新新闻，张玉明、王小三、甲一起采访报道。